好，还有什么？火车飞机。哦，越南的，对，越南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其实很特别，叫火车飞机，就是 S 的，它叫火车飞机，对，它叫火车飞机。你是看到我老公怎么样？在那边吃饭，那跟谁？跟谁坐火车？诶，好像自己吧。哎呦，自己不可能，不会一个人去吃这个的。他先点菜，没有女生啦，没有女生啊。他在等人吗？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讲，没有女生啊，真的没有女生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是啊，我不认识素人，素人。那他有邀你一起去共餐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因为我都是常常就是喜欢就是赶快赶时间，他有看你吃一碗热热的，他有没有看你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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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那他跟女服务生？那边都是男服务生，没有女服务生，怎么样？不然他是 gay 啊？所以这就是那个民生东路那边那个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是忠孝东路中心诊所后面的。可是我介绍这虾是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吃越南料理，然后因为它是热热烫烫的，直接这样加进去会，这就是佛嘛，这就是佛。佛其实要找到好吃的不容易。对，赵兄是厨师哎，你怎么可以知道？不是因为不是他要拌匀呐，你看他吃锅热的，为什么他的菜都是热的，我们都是冷的？他在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在中间比较晚点。我们就是要虚假的节目，时间败了。包大哥刚才菜是冷的，奇怪为什么他都是热的？很奇怪啊，因为他迟到了。这个是这样子，东西迟到，他才比较晚。因为赵兄比较敬业，所以哦，不行，这样要加了。哦，哥，你那个受不了，酱放在盘子里面。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？真的吗？我们真的常吃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啊，老外也很爱吃这个啊。我这不是你要挤出来，然后用肉去蘸。要用一个，要用一个碟子，然后呢，就是一定要用蒙起的。你这边不要再挤了。吃了，我们现在还是吃这边，这里面更好吃。你就是想要把东西捏扁，对不对？请问里面是什么东西？里面有就是生牛肉、熟牛、有百叶、有牛肉丸，然后它的米线。赵兄喜欢吃这个味道，可以吃。对，然后如果你很就像我很爱喝热汤的，如果你米线啊就回家微波之后，它会融入汤里，就会像米浆。然后就是牵着吃会很好吃，热热吃很好吃。Okay, 但是你的酱要放在外面，没关系，这一碗就赵兄一个人吃啦，你让他吃。可是他的吃法不对，我看了好难过。不过我觉得看赵兄吃东西还蛮好吃的样子，哎，你也适合吃日本拉面，拉面，因为你那个派头还蛮有那个味道的。哦，有有有。我觉得你下一个会代言泡面哦，就是对你吃面很有很有样子，很带劲儿，就是那个玩视讯累的时候吃泡面。对，可是因为他这样抹上身，那个汤会一直喷在身上，因为你吸在那里，然后汤味就溅在胸。